倒的。不是你站着我看着晕，你是这家伙这个头比我血压都高。慢说了，不中听了，这血压血糖啊，你这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啊？就刚才那小嗖嗖，这腿倒挺快的，就他。啊，你是说刚才进来那人啊？嗯呐。你找他干啥呀？找他事儿大了，我找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你说说什么事儿？我门口卖完啊，哎、他我就挺他挺好啊，这老太太我就那什么玩意儿，就准备着他过来啪一桌，老太太打有人走了，我找他，我就这钱。兄弟啊，你在哪儿撸串把舌头烫这样啊？不是我说、啊，不是这个你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我想认真聆听一下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。啊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慢慢给你叨叨啊。怎么事儿呢？就是我门口有卖碗啊，然后呢，老太太看上了我，挺好生意是吧？两万，完了，老太太准备掏钱，她唰的过来以后嘛，得，老太太走了，就不买了，我得找她，老太太不买碗，我得碗卖给她呀，我得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那老太太不买碗。啊、你找他干啥呀？他废话，他搅和的，我这不找他吗？不是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？你这岁数大，说话不中听，谁呀？这不是你干啥的？你替他说话呀？我就替他说话了，我是他岳父。岳父是啥玩意儿？我听说过岳母刺字啊。岳父吃什么玩意儿呢？纹身的。谁人看样没少打光棍，连岳父都不懂。那个什么岳父吧，就是媳妇儿的爸爸，泰山老丈人，老丈眼子，明白吗？早说明白了嘛，都是一家子的。妥了啊，那就找你们家了，拿两万吧。凭啥让我们家拿两万呢？废话，你家人这么搅和，这两万块钱没了，不找你要谁？行行、啊，你别着急哈，你是不是卖碗？嗯呐、啊，不是什么碗值两万块钱呢？现在买个盆才多少钱呢？你什么碗值两万？你拿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要说我都不爱跟你这些没文化的说，你还什么碗？这说瞎了，你古董青花瓷，青花瓷。听你这个称谓，这个东西不像碗，像个澡堂子的名。你现在这唬我说我不懂，那叫花青瓷。来，兄弟，这么点，你把你那碗拿出来让我看看，行不行？真金不怕火炼，你看呗，这玩意儿，来，瞧瞧，瞧。不是，你放那桌上。哎呀妈，行家。持器不握手啊，这都懂啊，来看看吧。来我看看去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我看你这个碗不像青花瓷。什么玩意儿不像的？你仔细看，你看这款儿，大清康熙年制，这能有假的吗？有这个款儿它也不能说明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看像假的。什么是假话？我这假的，我这他这不了解我，就在这行子里头都知道我这干啥。你看这带着玩意是吧？你看这，你看不是你说简单的，你闻闻，你闻牛黄解毒丸呢？什么玩意儿？牛黄解毒丸？沉香？你还这这？哎呀妈呀！我这看着这气死我了，这都。不是你那个东西真假跟我没关系，但关键你说你这碗，你这碗我看真不像，这么的吧？我仔细检测一下行不行？你车呗，这玩意我都说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车。不是这碗我这声音是不是很清楚，很悦耳啊？这东西最好别拿手摸，这么的吧，那个我拿点东西垫上啊、哦，是不是你这碗哈、哦？嗯啊，我检测一下。这东西还不好拿，你这东西检测这玩意儿这是，哎呀，专业活儿。哎呀，这碗，我测测啊，我听听啊，这不听着很悦耳啊。你现在说吧，你这碗真的假的？
不是说了吗？真的，这玩意儿就讲。你看着我眼睛说。我看哪儿？我都敢说呀、啊，还看哪儿？我说八百，我哪是真的。哎呀！哎呀妈！哎呦，我呢？我呀、啊，啥岁了？嗨，这回真的假的？看看，你别说青花瓷，你看看。我看看吧。这连瓷都不是，这就塑料。不可能，塑料咬着有印儿，那个瓷器这咬着拉嘴。你去咬一咬吧。哎呀妈呀！真是塑料的哈、啊，那几个都这个，啊，那还有呢啊！拿2万块吧，啊，不是你那真碗卖2万，你这是假的，假的，那现在不管那个，这就是2万的，假的也2万，大美丽报警，行，不，大姐干什么？你报警？你真大，你真这闹玩抠眼珠下直手的这还，大姐你说你。警察多忙啊，谁管这事儿啊？是不是、啊？这怎么没人管这事儿、啊？你不，我跟你用不着忙，拿你20中不？这就20了。我说句实话，你那碗20都不值。怎么？20是假塑料的，20都不值。20不给啊？不给。钱不要了，赔碗吧。你那碗砸了。谁让你啥呢？我好好拿了个碗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撤完你咔了，对吧？我要碗，我要不是你说那不砸，我怎么知道你那碗是真假呀？真不真假？你给砸的不行啊！我要我青花瓷。不是我给你20块钱行不行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20，2万我都不要，我就要我这青花瓷。2万都不要了。非得要你那碗，对不对？嗯呐，我那碗是不是刚才在这儿给你砸的？嗯呐，我从这儿给你抠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就吹吧，你把它抠了，我把眼珠抠成泡仔。你想让他较劲来，是不是在这儿没的？我他就这你，我就从这儿给你抠出来，我不信那劲儿，我抠。是不是你那碗？这老破玩意还想给我2万块钱？哎呀，我这就又给砸了，这！哎呀，砸了跟你逗着玩儿呢。你看你这是砸的，不就你那碗吗？是不是要那碗？给他。拿走吧。你耍我呢？人家耍你。就对你这种人，欺骗消费者的人，卖假货的人，我不但耍你，我还得戳穿你。哎呀妈，你还戳穿我？你还真是，你是不是混警回来你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就怎么呀？我跟你说话。王小青，在，把他给我推出去！哎呦，我还勾人，还勾人，你看见没？我就不怕你这个事儿，就这些年了，我就没挨过揍呢。还、哎、你整勾了，你打我了，你整我，你整死我了！不来，你整死我了！不，你什么？就那样的，还我上一巴子，我帮你搁地下找牙，我都帮你捡。我说实话，你就是把我牙打掉了，我也不用你帮我捡，我满嘴就剩6、7个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种人，你吓唬谁呢你？你说他，这不土匪碰上流氓了吗？是吧？你甭管你碰着谁，我跟你说，想当年，威虎山上的土匪比你厉害不厉害？见着我他也得老老实实的，就你那小样的，威虎山。这山头挺熟啊，道上呢？咋的？你也想跟我盘盘道啊？盘盘呗。天王干净好啊。宝塔镇河妖，木哈木哈呀！正晌午时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呗。怎么又黄灿灿了呢？黄冷涂鸦。这么卧底是？
许旅长的人呢？许旅长跟谁俩的？因为就你看我，这多有担当啊！这跟谁俩的？你好了，那得厉害。还穿我你看呀，小样的，我拿兰花指我就戳死，我就戳死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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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样收拾死他！怎么的？还敢跟我爸动手啊你啊？老爷子形体不错呀，身材挺好。他跟我说什么？说你形体不错，身材好。我看他精神不太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天，爸，紧张死我了！刚才那么大一段智取威虎山，愣没蒙住他。爸、哎，看见没有？还是我的女子防身术厉害吧？对。哎，对，刚才我听着王小倩在家，哪儿去了他？王小倩，哎，刚才动手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找刀去了，人呢？人出去了。哼，算他跑得快。他要敢回来，我废了他，你信不信？小样儿的，嘿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这小伙腿脚真快，刚才没脸上，这会儿走下就没了。我不找他，我来取碗啊！碗，嗯，别拿着，拿着行。身材真不错，老头。绝对有精神病，我告诉你。王小倩，出来吧，人走了。真走了？走了。他说他还回来不？哎呀妈，不回来了！你看这小胆儿吧，你出来吧。走了啊。哎，我不是胆小，这大金盒子也太大了，这都给我吓玩玩的了。哎，对了，范爷爷，那个刚才我听着你说你是我什么人来着？我刚才啊。啊。我说我是你岳父，不是我说什么了吗？王赖，这么大岁数还王赖，他刚才是不是说是我岳父？说没说他？说没说？哎，我说了吗？说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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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吧。啊，我就说了，你能咋地？说了就得算数。哎呀，啥意思？岳父。我和小明那个事儿啥时候办呢？你说小明啥事儿啊？就是俺俩结婚的事儿啊。你跟小明结婚的事儿？结婚的事儿 啊真的孩子啊、哦、你回去吧，你就盯着点你爷那头发。我爷